大家好，我叫林心如，今年14岁，体重140斤，哦，有多高啊？1米65左右还吧。挺高的。大家好，我叫林子浩，今年12岁，体重130，身高1米5左右。应该也是都是易胖体质啊。老大呢？准备高考呢。哦，要不在家里备战高考是吧？啊，但是那个大姐听说也给我们寄来了一个短片，我们来看一下。特别疼我，我是家里唯一一个上寄宿制学校的孩子。回来的时候，他又给我去做一些鱼啊肉啊什么的，然后他说你在学校里都吃不到，在家里好好给你补补。然后有回他做的饭特别难吃，那个肉弄得没有味儿，然后说妈的菜太难吃。然后我妹跟我说，姐，你就知足吧，平时你不在家，我们都吃不着肉。爸爸和妈妈早上起来一般就是吃面汤、热面条，然后就一些酱豆腐、咸菜之类的。只有你回来我才有肉。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爸出了场车祸，这明明就是电视剧里的情节，为什么会发生在我身上？然后我妈一个人就把这所有事都扛下来了。她一个女的，她扛了所有不该扛的事儿，为我爸在医院里撺掇。然后我在学校里却什么都不知道，我想对我的父母，对我妈妈，特别是我妈妈，我说一声爸爸，你辛苦了，爸爸，你辛苦了。大女儿很懂事儿。她是寄宿学校嘛，一个月就是吃饭，一天最少得18块钱，她是吃的套餐。她是为了给家里省点钱吧，找一个饭量小的小女孩合吃。就是早晨少吃3块，晚上少吃3块，一天就能省下6块钱来。就是省下这些钱来，都给家里的这个弟弟妹妹买卷子、买书。再一个就是他从来他也不买新衣裳，一年四季都是四套校服。你这三个孩。Silhouettes of you are like a taunt. Never really know just what you want. With you I don't ever feel calm. I can feel the sweat inside my palms. Play with me like cats and a string. You don't understand the pain it br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give me wings. You don't ever wanna set me free. You know I'm addicted to you. And it's twisted, you've been gifted with the evil voodoo. Got me coming back for more, even when I've been screwed. Dolls full of pins, pierce my heart straight through. I got issues in my head. I like you in my bed, but you keep me on. 心愿是谁的呀？今年的心愿是我的。来说出你的幸福心愿。我的幸福心愿就是我想要减肥，变健康。好的，谢谢。无论怎样也要健康起来，减下去，能出去打工挣钱，支撑起这一个家庭来吧。在你们这一家人中，我看到的真的是满满的希望。我觉得你凭着家人的爱和温暖，你是完全能够减下去的。我们梅尔木集团愿意资助2000元，帮您圆梦。爸爸受伤了，所以呢，他离家出走，他不愿意拖累这个家。但是父亲，你要知道，你是这家的顶梁柱，因为有你，这个家才完整。然后妈妈呢，确实是有一点点胖。我们北京汇通酒坊呢，愿意助力2000元，然后希望你能尽快的把体重减下来。你爸明天要做手术，那我们希望能够助力2000元给你的手术费用。希望你们全家每一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照顾好，然后把日子过漂亮。好，谢谢。我们今天也给你有惊喜啊！来，我们到这儿来，来，请开门。大家好，我是来自长春康达医院
减肥科的主任于树宗愿意提供价值3万元五个疗程的治疗呢，减掉100斤，他也就能够维持正常的生活了和工作了。同时呢，再追加一项，如果您的大女儿明年无论是考上什么学校，第一年的学费呢，就是我个人捐助她，让你们全家不要因为没有劳动力了，就是没有收入了，这个呢你就完全放心。谢谢医生，大夫好样的。